的话，我们就这样子搭上半身偏肉的女生，你如果穿这种背心配搭的话，它可以蛮藏肉的哦。浅色里面其实也可以这样子配一件这种，就是一样是有点七分袖这种感觉的杏色、卡其色，然后还有浅灰。跟我身上的深灰，它上面有做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很立体的麻花的设计，然后其实它的麻花也是顺着它的那个 V 领这样子做一个弧度下来，对，所以其实穿起来的话，我觉得它的修饰度也很够。然后这件的话，它的长版呢，就是做完全是在你的胯下这边的，侧边有做一个就是开叉的弧度，像衬衫的这种开叉弧度，嗯，背面的话就是完全一样是可以遮住你的屁股的。啊，这是欧尼在穿的哎，它有杏色、粉色，它就是。是偏一点粉藕的感觉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，灰绿，它穿起来整体我觉得比较像偏就是雪纺的感觉。它的面料啊，其实是做有一点点这样子，上面有一点这种法式的这种压纹的感觉，而且它是做有点落肩，然后袖子又会有一点这样垂落感，非常好看。然后长度的话，背后是完全可以把屁股遮住的，可以。